大家好，我是莎拉，欢迎关注莎拉养花。今天来到了 Laos，发现这里所有的热带植物呢都在打八折。这边呢有好多的虎皮兰，当然呢它们也都是八折。这里呢有好几个不同品种的虎皮兰，它们有带金边的，也有不带金边的，而且它们叶片的颜色呢也都深浅不一，各有不同。这些虎皮兰呢，它的综合品质呢还是挺不错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些虎皮兰都在发新芽，几乎每一盆呢都在往出冒新芽。我们在买虎皮兰的时候呢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就会遇到这种整个盆呢都在爆新芽，这说明它植株的整体状况呢比较好，那整个植株呢也比较健康。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出芽越多的越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带回家之后呢，它很容易就可以爆盆。那如果你觉得它植株过于饱满，整个盆感觉太拥挤呢，也可以给它进行分株繁殖，这样你可以一盆直接分成两盆或者三盆。虎皮兰扦插呢，虽然很容易成活，但是它比起分株繁殖的成活率，还有生长速度呢，都稍微的差了一些。分株繁殖的好处呢，就是它的成活率高，生长速度呢要快，而且呢毫不影响它整体的观赏性。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些虎皮兰，其实呢不是说每一盆呢都在爆新芽，它只是有一部分在爆新芽，还有一些植株看起来本身好像就不是很健康的样子。那它的盆里面是没有新芽的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虎皮兰呢是最百搭的室内绿植。无论你的家居装修是什么风格，它都可以很轻松地融入你的装修风格，不会显得突兀。虎皮兰呢是一种非常大气的绿植。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客厅呢，给它换上一个比较大的花盆，那整个植株都会显得非常的有气势。那同样呢，它也可以非常的小清新，这些呢都取决于我们给它换什么样风格的花盆。对的花盆呢，可以立即提升植株的整体美感。那如果换错了花盆呢，就会削弱植株整体的观赏性。那我个人呢，很推荐大家使用白色、灰色和黑色的花盆。这三种颜色的花盆呢，它比较百搭。而且呢，它更能体现植株的特色，还有漂亮的叶片纹路。虎皮兰呢，冬季非常容易发生烂根的情况。那由于冬季室内通风不好呢，再加上浇水过多，它就很容易发生烂根。所以呢，一定要等到盆土干了再浇水，因为虎皮兰呢，它是非常耐旱的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情况呢，是例外的。那就是在它萌发新芽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能让它的盆土呢彻底干透。如果那样的话呢，新萌发的这些嫩芽呢，很有可能因为缺水而枯萎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保证盆土湿润，但是呢，也不要大量的浇水。我们可以采取喷雾的方式给盆土补水就可以了。虎皮兰呢，虽然属于比较喜阳的植物，但是呢，它也非常的耐阴。就算室内晒不到太阳，那只要家里光线明亮，一旦它适应了环境呢，也能生长得非常好。虎皮兰最忌讳的呢，就是给它频繁地挪动位置。比如说中午呢，门口有太阳，我们就把它搬到门口给它晒太阳，晚上呢再给它搬进来。这样的做法呢，看似好像不错，其实呢，对植株的生长来说呢，是非常不利的。今天关于虎皮兰呢，我们就先聊这么多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大家。谢谢大家关注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